我真是服了，前几天刚出视频，官方就加强了，当老六是吧？说回正题，杨永信开放配件表现如何呢？我只能说很猛，如果起枪坏，嘎嘎乱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还不错。那到底怎么样呢？我写游戏来看一下。Oh yeah， 好点好，我是小徐。前几天的话呢，我是做了一个雷电风暴那把武器的视频，我以为官方会两三周之后才会推出雷电风暴上配件，哎，想不到隔了一个星期，雷电风暴就开放配件了啊！我真他妈的服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地来到了棒子服，给大家玩一下这个雷电风暴开放配件之后它的效果如何啊？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升级一下啊！雷电风暴开放配件之后的话呢，等级是在14级，开放之前也是在14级，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良心的一把武器，你们知道吧？来，小僵尸。直接左键带走 ，OK， 升级。我们今天目标不是杀僵尸，是升级啊！想跳过来没这么容易、啊，宝贝儿。好，再换一波子弹。啊！我今天要把所有的怒火全部发泄在这些棒子身上啊！气死我了，你们知道吧？刚才我进了两个房间，是两个高级房主的房间，全他妈把我踢了，你们知道？进去就把我，哎，像针对我一样的，进去就把我踢了。非常的过分，你们知道吧？我靠！所以我现在很生气，我现在要暴杀这帮棒子啊！一时之间，我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该说什么来反驳。好的啊，我们现在的话呢是16级啊，我们已经成功起到了我们的雷电法王啊。然后雷电风暴的话呢，我韩服号上是装了一个6阶的攻击配件和一个5阶的定身配件啊。因为没装6阶，是因为我号上没有6阶的定身，啊，并且我这个5阶定身还是临时爆火脚录视频之前我合成出来的，你们知道吧？好的，我们看一下伤害的话呢，大概是电击伤害是在300左右，左键打头是直接飙到了1000多，伤害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这个电机的话我也是稍微看了一下，如果我们在满电的状态下我们直接换子弹并且把子弹换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雷电风暴的电量最后只会剩下2格，所以说还是得小心一点使用。来，直接开始电疗，直接带走第一只僵尸，然后这边还有僵尸，第二只了吧。来，我们隐个身，哎，我们这个雷电风暴还是需要充一波能量的啊，稍微充个能，然后我们跑回来。雷电风暴现在只有3格能量，我们稍微等一下，尽量充到满格我们再去用啊。并且有一个小技巧，哎，我们可以电一下切枪，电一下切枪就恶心他们，你们知道吧？我们主打的不是一个伤害，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恶心啊，对不对？来来抓我呀，哎，400多，抓我呀，宝贝，来来来，我杨永信是什么？我杨永信可是诸神的前身，人称大诸神，小诸神都要在我面前号称小诸神，你们真的僵尸真的是不长眼的，来，不要急，哦呦，这边怎么有只僵尸？好，不急。好，我们雷电风暴电量的话呢又已经充满了，直接来到管道里面。然后我们这局的话呢，2.0技能是有一个复制伤害2.0，所以说也是比较不错啊。这局技能最好，这个雷电风暴有一个技能是什么来着，叫做突击步枪加成，如果你玩雷电风暴的时候正好随到了那个技能，然后还进行2.0了，那我觉得配合上雷电风暴是非常非常爽的啊。这把怎么管道里面没有僵尸啊？僵尸好像全在人。我操！这僵尸阴我！哇！这僵尸阴我！你们看，太骚了！哇靠！幸好我看了一眼啊！我哟！完了！开快溜！1、2、3！哇！我幸好留了一手！我操！这个杨永信他电击的距离还是非常远的，哎，从这个距离都能电到最前面，我操！而且我们还有强制坠落，僵尸上来，电下去，上来，哎，电下去，我操！而且这局我们还是英雄啊，
可以说是无敌般的存在。然后这局我们就不去那个管道了，我们直接去顶高楼了，因为我们这局有一个强制坠落，强制坠落配合上我们360度无死角锁敌的杨永信，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想象出这是多么一种酸爽的感觉。而且这局我还是英雄，这局我做梦我都能笑，你们知道吧。我最近啊做梦，我老是梦见我小学和初中的初恋，你们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就很，我感觉最近 有点怪，难道是春天到了啊？可问题是夏天都要到来，为什么我最近才梦到啊？我不是恋童啊，我说的是那时候我也是小时候啊。来，哎，来来抓我，来抓我，哎，僵尸上来，我换个子弹。哎，他这个电击好像不吃这个强制坠落，你们看他吃强制坠落吗？哇，全部打下去，然后强制坠落，哎，可以可以，强制坠落一波，可以，很舒服。然后永恒点一下强制坠落，把这个杨永信的能量稍微冲一下。好，充能完毕。来来来来，垫一下，哎，垫一下，哎，下来直接电人头啊。这边哎呀，那个僵尸开无敌了，这波是没办法了，这波没办法了。我个人感觉杨永信这把武器最好的一个出枪等级是第四局到第五局啊，或者说第六局，这个等级出枪我感觉杨永信是非常非常爽的，我个人亲测很舒服，真的非常舒服。来一只小太监直接开始电疗，带走一只小太监。来我们这边杨永信稍微充能一波，我们一定要卡住这个梯子啊，卡住这个梯子，然后永恒拿出来，哎，不要让僵尸上来啊，僵尸上来下去。好，来呀，来抓我，来抓我，哎，上来下去下去，哎，嘿嘿，下去下去，哎，上来了吧？没上来没上来，好，下去，哎，多全保 Q， 我操，直接来一波三杀，各位开个五以防万一啊，以防万一我们开波五啊，我操，来下去啊，来呀下去下去，哇，我们这个电好远啊，这么远都能电到，你们看，来下去，我操，哎哎哎，想上来直接带走 Dick Shot， 来左键稍微定一下，然后再电疗一波，又来了波 Double Q， 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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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呢也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杨永信这把武器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开放配件之后啊，而且现在等级只有14级。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我要去，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各位拜拜。